如果你和我一样未满18岁，请不要订阅该频道。当时和女友两人一起到日本旅游的上班族西先生，第一次来日本观光的他们，手拿着观光导览，享受着旅行。这个是什么啊？去看一下。你知道这个是什么吗？这是什么东西啊？ナースのお悩み相談室やってまして、お時間少しよろしいですか？よろしいですか？あの飛行機ね。バーレン？バーレン？日本第一次。来往吗？世界的国度耶。我们在做。欧宇健，来。注意点一，在波多野和大龟两人面前，不管你有没有女朋友，都请十分注意。各位奶奶，来，奶奶，请等一下，快就好了。奶奶，这边请，这边请。没关系，后面看不到，里面，因为这是我今后，那开始我们吧，请坐坐。注意点二，即使从外面看不见里面，从里面是可以清楚看见外面的。这辆车说不定会使你变成铺路狂。怎么了？没关系哟，你棒哟，很可爱哟。交往多久了？第一次做爱，是什么时候？何面？一周做几次呢？每天都做爱吧。平常都怎么做？普通。怎么才是普通呢？恋爱跟爱爱。都想知道。拜托。告诉我吧。发连的普通。是怎样？比方说。这样吗？